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50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1到15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一家时装店门口，有个人对一个女孩说：“你可以和我说几句话吗？”女孩好奇地问：“为什么？”“我妻子进去1个多小时了，但如果她看见我和你说话……”没等他说完，他妻子已快步走出时装店，挽着他离开了。二，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白、绿为基本颜色。唐三彩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收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三，研究发现，人们在一生中发挥的能力只不过是他全部潜能的8%，还有92%都在沉睡。因此，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才能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四，袁隆平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介绍他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五，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将持续到本周五，周六气温会有所下降，午后有小雨。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应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六，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头上巨大的光环，却往往忽视了这背后流淌过的汗水。如果你只付出一丁点努力，就不要奢望丰厚的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公平。七，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幸福，夸大了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是有太多的不满。八，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祝愿老年人吉祥如意，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意思，是中国人在给老年人祝寿时经常要说的话。它体现了中国的孝道文化，
包含着晚辈对长辈的孝心和祝福。九，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男子汉榜样，从父亲身上，男孩学习如何举手投足，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关爱女性。每个父亲都很容易从儿子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每个儿子长大以后也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十，承德避暑山庄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山庄内的温度一般要比庄外低3到5度，所以每年夏天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往避暑山庄。山庄内的荷花也极负盛名，7、8月份荷花开满池塘，花期要一直持续到9月末。十一，唠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女性延长了记忆和寿命。在唠叨中，她们对某一事或某一人的关注和记忆必然得到加强。女性比男性更乐于与人言语交流，而言语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心理宣泄方式。十二，李先生为人吝啬。一天，他的两个朋友约他星期天聚会。一个朋友说，我带面包和牛奶。另一个朋友说，我带一箱啤酒去。李先生说，那我带我弟弟。十三，很难想象，没有书本，知识将如何传播？仅仅是口耳相传，传播的力度实在太有限了。书本通过印刷可以大量的复制，这便有了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有人说，印刷术是文明之母，这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十四，微笑不论是对上司还是对门卫，应该都是一样的。微笑是对他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生活的尊重。微笑是有回报的，就像物理学上所说的力的平衡。你对别人的微笑越多，别人对你的微笑也会越多。十五，风遇到防护林时，速度会减小70%到80%。等穿过防护林，到距离防护林林木高度约20倍的地方时，风会恢复到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平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排间距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第二部分，第16到3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小姐。鲁豫你好，我们知道你的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很受观众的欢迎。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看，不过我注意到早期的《鲁豫有约》和后期的不大一样，是这样吗？对，是这样的。前期和后期其实很像是两个节目，节目的状态、内容、人物都发生了变化。早期我们请的嘉宾一定是有经历、有阅历的人，我们一起回顾一些历史。后期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关注了现在的社会话题。确实是这样的。我还注意到你的节目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道具，就是黄色的沙发，是你自己选择的吗？是的。首先，我觉得沙发可以让我和嘉宾坐得很舒服、很放松。另外，黄色是对观众以及现场嘉宾的视觉缓和，符合视觉心理，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为了让大家舒服。你的老板评价你的三个特点是准确的提问、及时真挚的感叹和温和的聆听，你怎么看？我觉得倾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倾听需要足够的自信，爱抢话的主持人其实是不自信的主持人。其二，对待不同的人，我会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去交流。还有一点，我很敏感，作为一个采访者，我认为敏感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每次我看你的节目，我都觉得你是在访问心灵。我认为不可能访问心灵的全部，最好的状态也只是对方把他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展示了一个角落。访问心灵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南方周末的记者有一次采访我，问到我的秘密武器是什么，我觉得是让嘉宾在我采访的过程中爱上我。我所说的爱指的是嘉宾对我的欣赏和信赖。我觉得这和你所说的访问心灵是一个意思。访问心灵就是让嘉宾把心打开，但只有嘉宾信任自己，才会把心打开。16，女的是做什么的？17，《鲁豫有约》后期节目关注什么？18，女的选用黄色沙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19，关于倾听，女的有什么看法？20，女的有一个秘密武器是什么？21-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台湾著名的收藏家王杜先生，聊一聊老人家的收藏经历。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物收藏感兴趣的？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候我在美国留学打工，有一天在一家店里看到6把小紫砂壶，非常漂�亮，老板开价每把100美元，我当时月薪只有300美元，于是省吃俭用全部都买下了。后来请人一鉴定，才知道其中一把壶已经流传了400多年。我的收藏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我去几个博物馆参观，一看那么多中国文物都在外国人的博物馆里，我就说我将来有钱呐，一定要做收藏，都给他们买回来。现在我想开了，在他们的博物馆，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看到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听说您的收藏品台湾和大陆都有，捐出去的比卖的多。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你要换个角度想，有舍才有得，捐给博物馆
它们可以永久替我保存。凡有学校、博物馆能保护好这些文物，我都捐。您把所有的财产都用来收藏文物，甚至卖房子也要买文物，您觉得值得吗？我认为我做的比我父亲留给我房子还要好。当时不知道，现在我认为我做对了。钱再多就多一个零嘛，100亿和1000亿根本没有区别。但我保护文物50年如一日，现在树也长大了，花也开了，开始结果了，是该收获的时候了。您去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对您来说算是一种收获吗？我一个小商人能拿到北大的博士学位，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保护中华文物50年。50年您收获了一个荣誉博士，您今后还打算收获些什么？老天对我已经太厚爱了，我得到了我所有想要的东西。但我还有一个梦想，我收藏了一对明朝的刀，已经收藏30年了。别人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我想等我死了以后，一把送给大陆，一把送给台湾，希望将来能存在一起。这两把刀应该留在我们中国。21，男的收藏的第一件文物是什么？22，男的获得了哪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23，男的收藏文物多少年了？24，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25，男的还有什么愿望？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国外对针灸一直很有兴趣，先请您谈谈这其中的原因吧。针灸疗法简便易行，行之有效，在治疗很多疾病中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比如说牙疼、腰疼这类疼痛性疾病，很多好的医生可以做到一针下去病痛顿除，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再者，它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是一种纯自然疗法，非常符合现代人对疾病的治疗理论，所以国外对针灸的兴趣是非常大的。当然，针灸还可以治很多慢性病，它主要是通过治疗来调动人体自身的抗病抵御能力，这也是国外人对针灸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从西方只认同针灸的实践来看，您是否认为中医推广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中医要发展还是任重道远，特别是中药服用比较复杂，要煎煮，口感也不好，不方便携带，所以如果给药途径没有重大变革，推广会有难度。现在有免煎颗粒，比过去就好得多了。再者，我们的宣传也不到位，大家没有认识到整体调整，调动自身免疫功能来战胜疾病的好处。有人说中医是养生，西医是治病，您赞同这种说法吗？其实西医也有很多是养生的理论，中医也有很多治病的办法。看问题应该理性，应该平和，所以对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赞同。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这一问题？我曾在百家讲坛中专门讲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中医和西医尽管是两种医学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的研究课题是一个，都是人，所以他们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通用性，在治疗上有很大的互补性。我常说，
中医是寸，寸有所长，西医是尺，尺有所短。我们如果能很好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治疗疾病，将会事半功倍。26。关于针灸疗法，下列哪项正确？27。中药有什么缺点？28。关于中医推广，男的是什么看法？29。男的怎样看待中医和西医？30。这段对话主要谈的是什么？第三部分，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位父亲把儿子送到一个武术老师那里，请他培养儿子的男子汉气概。一年后，父亲来接儿子回家，武术老师安排了一场武术比赛，让这位父亲看看他的培养成果。在比赛中，男孩被打倒了10多次，但每次他都重新站起来。父亲对此很不满意，我儿子怎么总是被打倒啊？武术老师说，难道你没看到你儿子一被打倒就又马上站起来了吗？这种顽强的毅力就是真正的男子汉气概。于是那位父亲满意地带着儿子回去了。的确，人是脆弱的，难免会有倒下的时候，但倒下并不可怕，只要倒下后能站起来继续人生的目标就是好样的。人活着就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不畏惧挫折不断站起来的精神。31。武术老师为什么安排比赛？32。那位父亲对什么不满意？33。根据这段话，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好工作不是让你能发挥到别人的水平，而是发挥出你自己的能力。其实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这里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比方说，有一些人性格相对比较外向，有热情，有活力，总是愿意研究新鲜事物，能忍受不确定感，适合做些灵活度比较高的工作。而与之相反，有的人做事按部就班，墨守成规，这种性格也适合做很多事情，比如一些规则性强的工作。但是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创造性可能不够，缺乏灵活度。所以每个人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想到职业规划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适合找什么样的工作，什么工作能发挥你的特长，而不是别人说这个工作好，社会推崇这个工作，你就非要去做。34。性格内向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35。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36。这段话主要谈什么？第37到4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拔南虎又称中国虎，是中国特有的虎种，它们曾经生活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华南虎的特点是头圆耳短，四肢粗大有力，尾较长，全身橙黄色并布满黑色横纹，胸腹部杂有较多的乳白色，较其他虎种更为原始，更接近老虎的直系祖先中华古猫。华南虎雄虎从头到尾身长约 1.8 米，重约150到225公斤。雌虎从头至尾身长约 1.6 至 1.7 米，体重约110公斤。华南虎主要生活在森林山地，多单独生活，不成群，多在夜间活动，嗅觉发达，行动敏捷，善于游泳，但不善于爬树。所有的老虎种类中，华南虎是最为濒临灭绝的一种，目前几乎在野外灭绝，仅在各地动物园繁殖基地里人工饲养着不到100只。华南虎不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起源、扩散以及分布区的变迁过程，在研究虎的起源和演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华南虎现在成了举世瞩目的明星，只是聚光灯下空空落落，主角缺席。我们不知野生华南虎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已经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37。与其他虎种相比，华南虎有什么特点？38。关于华南虎，下列哪项正确？39。华南虎现状怎么样？40。关于野生华南虎，说话人是什么看法？第41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世博会即人类文明之大成，其特点是举办时间长，展出规模大，参展国家多，影响深远。世博会是人类的聚会，人们从世界各地汇聚一处，展示各自的产品与技艺，赞美各自的故乡和祖国。早在公元5世纪，波斯就举办了第一个超越集市功能的展览会。18世纪末，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似但只展不卖的展览会，而现代意义的世博会则发源于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萌芽之际。世博会已经先后举办过40届，2010年第41届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它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有超过24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参展。41。世博会有什么特点？42。现代意义上的世博会发源于什么时候？
43.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什么？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适当的自责是有责任感的表现，但自责过度会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因为对自己要求很高，凡事都要求周密，希望一切事情的进展和变化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如果没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便把问题归咎于自己，这无形中变成了他们的负担，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追求完美的人一定活得比一般人累，而且与他们工作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会因为被他们要求而活得比较累。一般人与完美无缺的人交往时，总难免因为自己不如对方而有点自卑。如果发现精明人也和自己一样有缺点，就会减轻自己的自卑，感到安全，也就更愿意与之交往。你想，谁会愿意和那些容易让自己感到自卑的人交往呢？所以，不太完美的人更容易让人觉得可亲可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完美、没有缺点的人。如果一个人总是表现得很完美，很容易让人怀疑其中有造假的成分。或者说，故意把自己表现得很完美，这本身恐怕就是一个缺点。44，把问题归咎于自己是什么意思？45，下列哪项是说话人的观点？46，根据这段话，什么样的人让人觉得可亲可爱？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关于儿童何时开始学习外语的问题，有的人主张越早越好，有的人主张在一个适当的年龄，还有人认为3至6岁的小孩学习语言的能力处于巅峰状态，是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最理想时期。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学习第二种语言就像学习母语一样容易，并且无需任何种类的正式功课，只需要用母亲教小孩子学习母语的方式教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常常听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流利地对他说第二种语言即可。记住，不要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既对孩子说母语又对孩子说第二种语言，这会令孩子无所适从。应该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或特定地方只对孩子说第二种语言，或者特定的人对孩子只说第二种语言。48，关于孩子学外语，下列哪项正确？49，这会令孩子无所适从是什么意思？50，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听力考试现在结束。